感谢光博。也门问题的政治解决同地区环境密切相关。当前加沙冲突外溢，红海局势升级，中东地区已经处于极度危险的边缘。摆在各方面前，最紧迫的任务是立即推动实现加沙的停火，采取切实有效负责任的行动。 防止冲突进一步向地区蔓延，相关国家尤其应该倾听国际社会，特别是地区国家和人民的强烈呼声，停止阻挠安理会采取行动，切实加入到推动加沙早日停火的努力中来。